今天我还想利用这么一个机会向大家郑重承诺，我们驻德国使领馆的同志们，可以说是所有旅德我们的学子们的亲人，我们的大使馆，我们的总领事馆是大家的家，是大家的坚强后盾，有困难可以随时和我们的教育处的老师们保持联系，向他们报告，只要我们有口罩带，就有大家的口罩带。